冯冯冯说两句吧，听二哥的。你说两句吧，因为确实我来四队确实不太合适。那你还来？实在走在一个窄胡同，错过事儿去了，你叫我一句，爸爸，你干嘛去？我洗澡去。有什么啊？尿。没，我是小伙子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啊，上两句姑娘，好嘞，姑娘你从哪儿来的呀？北京。哦，北。那个，等会儿，您唱两句您就是喜欢的歌曲。一无所有。你说的是演完这个节目之后吗？我第一回听到这种感叹声。拿这个书来讲，下面火。叫我。你爹呀！我不告诉你亲爸。叫我，叔叔哥两个，猫就问一住你来，你我来，大哥，二大哥，咱桃园结义，这一番。二哥来四队是来渡劫的吧？大哥，听相声，你们俩能不能把手分开？你俩人，你说你的。我们俩配合的没你们俩配合的好啊，他们俩实咱们也不见得。可能是两位老师对我不太了解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身长你先听等，他要是不活，你们我们俩对你还能不了解？打你还十来岁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你，我们俩都不活吗？桌子里边，桌子里边怎么着？有腿没腿？大伙都不知道。有没有腿？我也给你摆两个号。赢，赢了，赢了吧？为什么我赢了？我没看清地毯还是腿。没看见，没看见。不看相声，看什么腿呀、啊？对，说清楚了，什么就露出来看看。那边没看见，明天买那头票。那边买票就是看不见我腿的票，你去看我的呀。我没说要入伙，就是说您可能现在看我现在这样，但是您其实对我真正的想法不太了解。可以入伙，还想早回家呢。你们俩没家没业，我得回。真正看不出来啊，所以说真正看不出来这么多年我是干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是到底是看得出来看不出来？我现在就问你让不让我入伙。我想入的，他拦着我，他一拦我不想入的时候，他就想往回拽我。我听他说过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你跟他是一个学校上的学，对吧？北京市智障二中，这学校就是因为我们俩取的名字嘛。啊，一个是一个帐篷，二呢？不光花又没样，没样了。这么多年没有接触过，知道又入伙了。我对您不算太了解，您怎么深藏不露了？真对我不太了解。哦，您说说。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？不想知道。我以前啊，没学校之前翻跟头的，知道吗？这是爸爸。来呀！来一个。这全是你自找的。这个翻跟头其实跟这个戏曲是沾边儿啊，对吧？我最早前身研究戏曲，戏曲都分很多种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再说出来一个不是京剧的。王富贵跟我是好朋友，当天晚上，给我们村王寡妇打一电话，知道我在这个植物学上研究，当天晚上我就去了。您就上美国了？我去什么美国？去王寡妇家接电话去了。你这个岁数就上寡妇家了？为什么去捧哏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不了哏。这个星期到过哏吗？这你怎么头一回出这词儿啊？这个星期到过哏吗？老子上个星期还到哏呢。这星期这不是开头一天吗？这不第二天？你们家一个礼拜六天呀、啊？你周一不是休息吗？谁让你休息了？那有没有演出？周一一队在这演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跑四队来了。
讲理啊。昨天演出的不能安排我，我不能上别的队那么不要脸。大姐，白宫怎么走？就是说美国的公交车上还有售票员的，我们这儿都不用售票员了。他售票员不员我不知道，反正二哥你是靠这种风格火起来的。我不是靠这种风格火。你要说昨天你跟冯老也是这状态吗？没有，还是跟我过于紧张了。你这不是今儿嘴可能没带回来。在王宝那儿呢。河北梆子是我们河北的这个曲种，没错，对吧？小时候经常听郭老师唱。哦，那个听过于老师的吗？没听过于老师的啊。你回头给于老师打个电话，让他来一段。行，最研究最深的。朋友们，研究最深的您是什么？京剧。京剧。哦，您擅长京剧。那可不，你这玩意儿。我便秘，老有开塞露，你这玩意儿能拦得住吗？我跟你说，朋友们，别让他逗哏，因为他逗哏利尿。他跟主任一块演出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是尿着尿出去的，还有一大哥冲出去了，被人冲出去的啊，他尿冲出去的，对呀，那可得买个船呀，还得补张票，激流勇进的，你白冲出去呀，方老师啊。你们家拿尿激流勇进啊？谁尿的呀？这么厉害？我那个，你看我们杨子通的存储让人擦尿的。主任一个人把人船给滋住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不是，不是，我让你变得黄一点，不再黑了。那咱算看后悔了。你们也会京剧啊？那您不像啊。这还有什么像不像？那我小时候翻跟头，我跟京剧有渊源，您是怎么结的渊源呢？我呀，你这滚的比你翻的快，你这脑袋说的。您在说主任呢？你看这个头发磨的，我以为您不想回答，您让我滚。您行不？小咱仨唱一出多好，热热闹闹。你来这么些朋友，挤满坐满的，大礼拜四，明天周五了，马上就端午节了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黄叔，可以啊。主任说唱一回，太好了。行吧，大哥、二哥。他自己给自己提上分儿。大哥、二哥，嗯，主任对吧？我三弟是吧？你怎么应该考数？在中国内蒙古、新疆、河北三省交界的地方，朋友们，有这么？你把这地图给转一下。交不上界，交不上界。那内蒙、新疆、河北在哪交得上？把地图一捏。我得讲什么？那就是跑腿啊，没事。我也没想到，你再没有想两回。你真别逗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确实我憋不住，我真憋不住。你说台上那么多人，你垫着点儿。我们第一回听说这样，我憋不住，你垫着点儿。我没说给你记上点我尽量憋行吗？你别给我记住，你记一死扣还不好捡去。我说的是记脖子，不让你往下喝水了。你以为记脚脖子怕流血吗？你说躺地那个锄头，哦，这是这锄头，那可不，哦，这扛哪边呢？扛右边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扛左边就扛左边。随便呢。扛哪边不行了？下台告诉我为什么。哦，那都有唱，咱来一出啊，黄鹤楼。好，我来鹤。我来楼。你这么开心吗你？今天莫有三日了。哎呀！不是，您干嘛呢？
你超度来了你。哎呀，你可夸死我了。我唱呢？您这是唱呢？那我是放呢？你这唱的太难听了，你怎么这味儿？就这味儿，农村父子爷俩就这味儿。我也这味儿是吧？啊，不然呢？还挺横。不好吧？爹。什么玩意儿唱的比我好听啊？就这还比呢？我也没想到这玩意儿你能唱这么难听。说完了，我也给你叠好了。怎么给我叠好了？别我豆根给你说尿了我。双手保护。双手双手，我觉得我融入不了你。来，大哥，你们俩说。一个双重保护，还一个人偶。这我能理解，这俩板儿是什么意思？挂腰带上。你来诸葛亮，你来张飞，好不好？我来张飞，我是个辅助啊。刘备你是个大爷的，哟，那你俩可别走一条路啊，你走中路。王叔，我感觉这个天应该是我跟你聊的，怎么等你跟我聊呢？我说咱仨开黑来了，是不是？开黑来了。开黑来了。咱们大哥。我逗哏，我站在这儿都有一个人喊好啊，有一个虽然说比我便宜点儿，他也是我的观众，他等着我逗哏呢。我感觉也给我发一大招，二哥，我逗哏。我感觉你出来了，他姓诸葛，父亲就得姓诸葛，单父姓诸葛，单字没亮，道号孔明灯，道号孔明，我道号卧龙，他字孔明，这玩意儿没点文化，甭不了根了。你这样啊？怎么着？你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那你厉害呀？我是谁？抬手就打。我是你的父亲，我是你的皇阿玛，我是你的老豆，我这么欠的皇阿玛，我是你那黑爹呀。你问我，我怎么问呢？你说，那你当飞呀？你先等会儿，你们先等会儿。你来张飞，好不好？那咱把这桌子搭一搭。张飞怎么搭？哎，咱区分出前后台来。仨人怎么搭呀？快点的吧。不是。我再晚点回家，我都没床了。我。芳芳，你们家晚上这么热闹吗？那是我捯饬捯饬吧。啊，诸葛亮，诸葛亮吗？换个皮肤。来，先说要能换，我早把我这黑皮换了。儿子。哦。你叫你爹。怎么骂呀？男的爹不是男的老豆不是男的爸男俺是你爹的爸爸呀。你想当你爷爷？不是，你这称呼态度我乱了。怎么是我爹的爸爸呢？那我说什么呀？你得这样啊。我说，那你亲爸爸呀？不，你先等会儿。刚才不是俺的爸爸，怎么俺的亲爸爸了又？亲爸爸比爸爸亲呢。你因为这个节目我占你便宜了，我丢了多少个了我都。要干什么？我认为我得站好长时间，我得找把椅子坐坐。我那车不能是玩意儿，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，你躲开。不是，照我呢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俩的事，你听着点啊，你听着干嘛呀？他透袖你别打了。哦，行。头回这么长气。我请您吃饭，我不去。你不去我还背个六，你得去，你就不能跟上小菊学学，谁请客他都去了。那不应该啊，谁请客都去应该比我还高呢。郭德纲吃的比他还多呢，他不也那样吗？我今儿可能不应该来四队，影响前途。你还想要前途呢？别考虑你今晚上的归途啊。
对，这怎么那么骚气？尿湿了，大哥怎么呛着你啊？醉不醉啊？我一过来就咳嗽。小姐，小事。笑死了！哎呀，啊行，啊娘们儿，娘们儿，谁是王啊？我呀，呸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是皇上？你哪皇上？我不演的刘备吗？大汉皇叔皇上啊！你忘了吗？黄鹤楼啊，黄鹤楼，你是鹤，他是王啊。大哥，你干嘛呢？大哥想做激流勇进。大哥，你站我前面，我满足你。可乐了。对不起，我邪恶，我们不敢翻。你爸爸长得跟范思哲似的，你们还真乐、啊。我爸爸长得跟范思哲似的，你爸爸长得跟郭宝坤似的。这么说，我也能给大伙逗乐了。红眼圈，你乐不乐？我爸爸长得跟影子似的，没毛病啊。你我爸爸黑呀、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呀，冷寒虎穴，冷气窗。
今天我给您说说，哎，是，没错，哎，你要死是吧？这不配合你吗？你配合的不是这么配合，每句话都在腮帮子上啊。那谁让你长腮了？我长腮都出臭了。那可不就这么？那叫腮帮子，不叫腮，腮是鱼的那个，知道吗？那是你师傅的。独独尊上马心不爽，心也马心不爽，谁人把我手里扛，说人马手里扛，身前的军长手下有军长，当和多少一的张让，一马一的张，当初是你分开分开就分开，你真不嫌尴尬、啊、你诸葛亮你怎么唱流行歌呢？你得唱二黄啊。二黄啊，咱俩加一块是二黄。谁跟你加一块？您是黄，我是二。你不着急回家了？现在走啊？不是，该你了，张飞上场了。我别张飞呀、啊、你刚才硬我是大哥，我要来我也来刘备。刘备已经过去了，那我唱半天你没看见是吧？那我不应该来诸葛亮，我应该来关羽啊。你来这么回事，没有你事儿。没什么事，现在刚开始，刚才是前奏，刚才不算戏，刚才那跳都不算，现在不刚刚十点吗？正好现在刚开始开戏，来看张飞，来张飞，来十点刚开始，刚才不算戏，刚才咱在放屁。报名啊！快点，你快反回来怎么办？没错啊，这会儿跟您说这相声，哎，行吗？怎么样？好吗？那这感觉怎么样？棒不棒？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哪四门呢？哎呀，说学逗唱，哎呦呦呦呦，棒啊！我站这边一样捧哏。怎么了？捧哏谁就那样呢？刚才下边有人运功了，给了我一嘟着呢。我怎么运功了？人家给我打倒了，是不是庆帝来了？最早我们学那个基本功，你都没学过呀？基本功哪个相声演员没学过？报菜名你学过吗？学过呀。你背的跟我们一样吗？我们都正着背，他反着背，为什么呢？他师傅递给他的时候，他接反了。为什么他反着背的？他从板鸭子的鸡开始往回背。那对，你跟我们不一样啊。不一样咱也能背。你会正背吗？我不会倒立看呢。你拿我真傻呢？给我那天我就放地下撅那儿看。您这像话吗？像不了，您这架子点不对呀。对呀、啊、你张飞呢？不是张飞出场你得打快架。张飞是这种、哦、大招忘了。张飞是快架。快架将将将将哎，你说将将将不就完了吗？还用告诉你将将将不是哦。这个方老师啊，在德云社被称为叫大哥，对，是啊，咱俩是哥们儿。对，我在德云社官称叫二哥，我们俩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咱亲兄弟挺多，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都有。哎，老七呢？老七走了。老七还相对爱情呢。哎呀！
虽然说辈分差着呢，但是也当哥们那么相处。当哥们相处就为了过年不给压岁钱。您是老北京吗？哦，不是啊，为了不给压岁钱。对，不给压岁钱。你这个黑是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吧？你等会儿，你帮我记着。来，从头来。你让他记管什么？来，帮我，我帮你。大哥二哥还不能帮忙吗？四级头亮相，搭台唱台，唱台不是？全紧急风，我叫到中班了，哎，风风苍苍，还发呀呀，还发呀呀，听到了吗？行，别捅出去，就是美国的负责人吧，握着我的手要夸一夸我。哦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你那个相片真聪明。我说没有事儿，不是，有细致的看看那是不是你师傅。就这口音比王富贵都气。不是没有你不行，你看哪个捧哏站在这儿。怎么你师傅没了？不是，这死不活儿，你没通知我呀？那还能通知我？师傅没了，我不一样高高兴兴出来这个多向两位老师学习，对吧？啊，就是陪着我玩嘛，陪着我闹。就是我们现在当红的小时候。对。他全是这个，我都不敢担。清冷的江水滔滔流了多久？江南游子一去不回头。姑娘含着眼泪，孤单站在门口，一眼望穿了多少个秋。以前公主到林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芳。相当于电影那个出字幕的时候啊，现在我们就是打字幕的，对吧？相当于彩蛋啊。后面有没有可能有合肥？既然姑娘来了，诚心的问，我就告诉她吧。你说。没有。我要是你，我都不问。后边目前是没有合肥。你能不能唱一个那个大吉祥？然后唱一个大吉祥啊！您先回合肥等我。是谁带来？哎，一开始我真以为他们不会唱，因为这歌比较老，知道吗？没想到今天来的岁数也都不小。那就是唱。秀。哦，无名的人。好，谢谢。一起唱。啊，一起唱是吗？来，哥，你会唱《无名的人》吗？对不起，我确实是老了。王百杨万夫妻良草木凋零。我怎么唱的都有高气儿。滚滚出坟是在燃烧啊，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面的高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全运动你们准备跳。还面对那个小人小小人他过头一半就反了。来，重来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都站一下啊。谢谢。这就分好嘞，你来点高腔您来高腔，那我尽其所能。我来。以前公主到林间，不要那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阿门叫停。
他说他来了。混沌初分是百般笑啊，谁知道地多厚，天有多远的高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有四命八里老，南边四声路一条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八个字小人他桌子就拆桥啊，小人他桌子就拆桥啊，君王有道乐逍遥啊，十万里江山大顿牢啊，问那官能人戴纱帽，不叫人真忙逃，吃了当兵也得忍着，似这样江山怎么两人不安牢啊，土房子挖泥巴，防备雨来摧呀，弟弟要是到了我家店了，你兄弟应该越归，耕种不好忙几回，到秋来收粮，何家喜双眉呀，到秋来收粮，何家喜双眉呀，大千世界南北这头有点跑了，大千世界南北西东啊，三春河六方台娱乐生平啊，纸山青鸟盼天下，春花秋月冬雪风，留着残荷听雨声，能远看浮生如梦，烟雨化飞龙啊，能远看浮生如梦，烟雨化飞龙啊，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，看惯了灯红酒绿到处如德云社，开心笑一场。